我是爱酱，你是谁？我是波哥。这个时间大家肚子饿了吗？看我们桌上，今天呢又是我们的全联新品开箱。这次呢我一样又网罗了非常多大家热烈讨论，然后我个人非常有兴趣的商品要一起来开箱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吧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先谢谢我们的干爹鹅油先生，鹅油金葱拌面，请拍手。这个呢是大卓匠人推出的新品，现在呢在全联也买得到咯。鹅油先生金葱拌面一袋里面呢会有三入，每包的分量是111公克，吃法很多元，除了拌面之外呢，也能用炒面的方式。严选了台湾在地的食材，极品黄金鹅油，台湾纯酿香醇酱油，手工日晒的 Q 弹面体，搭配上台湾大片的葱酥。大家应该没有想到拌面可以拌又可以炒吧？那我们现在马上去料理。已经迫不及待在吃了。Yummy，Yummy！ 它每一个面条都沾附了鹅油跟酱油，超级香。而且我觉得它的鹅油附得很大包哎，一般鹅油拌面不会附得那么大包，油葱很大片，所以吃下去是有口感的。面真的非常的 Q 弹，那我们刚刚还有说到可以用炒的，那我现在来准备一下。我们面煮好了，这是两包的分量，首先呢就是加入它的鹅油包，超大包的鹅油包。鹅油在加热的时候超香的，那我们现在放入红萝卜丝，请全部快一点，对，全部小心哦，好棒哦。然后加入我们的肉片，我要加那个菜菜，好，等一下加入红喜菇，整个加下去，小心哦。好，很好，谢谢。然后我们加入高丽菜，有很香吗？有，我想要吃冷肉。好，完成，真的超级香的，两包炒起来的分量蛮多的吼，嗯，变满满一锅哎。你冰箱有什么菜，有什么肉或有什么料，就可以随性这样加，而且我觉得它有一种古早味，你不觉得吗？嗯，蛮好吃的，一口接一口。嗯，它酱油是带点甜甜的。鹅油的香气真的好香，加上有那种油葱，真的就是古早味，你知道吗？你在转圈圈吗？对。好吃到转圈圈？好吃到。好吃到。鹅油先生要来送好康了，这次呢会抽出10位幸运的观众朋友，会获得
金葱拌面豪华组。所谓的豪华组呢，就是里面会有三袋的金葱拌面。那我们粉专呢跟 YouTube 都会各抽出五位。那详细的抽奖办法呢，记得看我们的资讯栏哦。这个是全酪烟熏甘酪，售价189元，这是我们今天单价最高的品项了。好贵哦！但是它在一些高级的超市也有贩售，还更贵。全包就是这样。它其实一倒出来，那烟熏味超浓的耶。里面就是这个样子。它的烟熏味盖过起司原本要有的奶味。对，而且它是感觉浓缩再浓缩，超浓缩。如果你本身很喜欢那种烟熏的炭烤香气，我觉得可以吃吃看这一款。但它相对就是重口味，感觉那种很有品味的人喝一点红酒，嗯，然后再搭这个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我比较没品味。对啦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好，喜好蛮两极的，我个人就比较没有那么喜欢。十分的话，我给他5分，6分啊，这不是我的菜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是 Suki 韩式小鸡面，售价169元，里面有12包，所以平均一包大概14块。这个是峰哥今天最有兴趣的品项，他打开里面就是这样。小一包是30公克，它其实看起来比较像模范生点心面，不像韩国的小鸡面。香味又跟模范生点心面好像啊。对啊。然后它比较没有那么咸，反而比较甜一点。因为我觉得模范生点心面会带来一个焦焦的味道，这个反而不会。而且我刚才认真看，这个是印尼进口的、但如果要我选，我应该最喜欢的还是韩国的小鸡面。嗯，卧佛之面。十分的话呢，我给他7分，差不多。你呢？14分，再有新的分数。时尚味有新高哎。这个是古早味咸猪肉，售价188元。我不知道这个出多久，但是。我就是经过看到它看起来很好吃，因为我们一家都很爱吃咸猪肉。对，我就想说那买回来试试看好了。哎，它调味很到位哦，就是那种五香味。它这样188好像还 OK 哦，蛮大一条的，摆不下，应该用加大款。可以啦，勉强。我们先让它煎一下。好了，我们咸猪肉处理好了，我们现在试吃看看。我觉得它不是很好煎呢，因为它很厚，很容易会焦掉。你那口味就是很传统的客家咸猪肉。嗯，它是比较偏咸，比较没有带甜味那种，但是它五香粉跟那胡椒的调味都很重，嗯，所以你会觉得很够味。我觉得很香。嗯，我今天没有另外准备菜来包，那我就包菜或那种配蒜苗，很赞。嗯，炒蒜苗应该超棒的。嗯，而且它这款就是肥肉跟瘦肉比例大概5:5，肥肉的地方也不会觉得太腻。5:5你怎么算出来的？刚好一半一半。慕斯。Yes。188，我觉得这个价很 OK 啊，分量很 OK。嗯。在家煎一煎就可以上桌，也是不错，方便度蛮好。十分的话，我给他7.5分，7.8。嗯哼，接下来这个呢，是我为小编挑选的新太郎超宽条饼，售价29元，香菜口味。你当初我要先吃吧。我帮你打开。它的分量大概一半左右。哦，欸，很香菜哎，真的超宽，它整个都是香菜香气耶。它刚入口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是点心面，但你一咬下去，香菜会整个爆炸出来，
整个用喷的喷出来。如果喜欢香菜的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款。嗯，而且真的很宽很酥脆，调味我觉得还 OK， 不会太咸。十分的话，我给它六分。我对香菜还好，冲着香菜我给它八点。奇美跟老虎堂联名的爆浆起司流心包，售价119元，里面有八颗，它其实里面就长这样，大小蛮小的哦，以我手掌来说大概是这个大小。那我们先拿去加热一下。我觉得我用微波的好像没有很成功，但也许用蒸的会比较流心一点。不过我觉得内馅蛮好吃的，因为流沙就是带一点咸蛋黄跟那种奶油味，它都有，内馅也蛮重口味的，咸蛋黄蛮明显的，而且很烫，吃的时候要小心。它反而甜度没有很高哎，咸味比较重。我觉得它的饼皮蛮 Q 弹的，十分的话，我给它7分。7.5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接下来是浓榨柠檬清茶，售价是15元。它这边有写，它果汁含量是不到10%。因为它是柠檬汁，不到10%，那正常吧？对，因为它是柠檬汁，不到10%，非常的合理，不然会很酸。但是我们本身非常的喜欢浓榨，然后我们也很喜欢喝清茶。我觉得它的清茶茶味其实顺顺温温的，蛮顺口，但是不突出。那茶味不算很浓的那种。对，然后柠檬我觉得酸度刚好，甜度我也觉得还 OK， 偏甜一点点。我觉得这个价钱配上这个味道是 OK 的，蛮适合买来喝喝看。十分的话，我给它6.5。7分，我喝过最好喝的柠檬清茶是哪一个？知道吗 ？Seven。Seven 一颗柠檬青，我也很喜欢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是美味堂出的鱿鱼螺肉蒜，售价179元。这应该是一道勾扎米，他有说可以用蒸的或者是隔水加热，他这个袋子是不用拆封，可以直接隔水加热。然后他有附一包，这个是干燥蔬菜那个蒜，对。感觉料很实在，我觉得料超多，而且很多那种干鱿鱼啊、排骨，光那个汤头就浓浓的古早味，感觉熬很久哎。其实有点像吃佛跳墙，你知道吗？就那种很多精华混在一起的汤。对，而且因为其实它干鱿鱼很多。你乍闻之下会觉得，哎，好像有点超车，可是你喝进去其实是不会，就是那种干鱿鱼的香气。对，它就是很佛跳墙。而且又让我想到吃石头火锅要先炒干鱿鱼。笋子都在里面已经变超嫩，一咬它的笋子就爆汁，汁都溢出来了。之后为什么我觉得它排骨好柴哦？你觉得？其实我觉得还 OK， 它排骨带肥肉那种。还是我吃到这块都瘦了？可能是我们吃的部位不一样。我吃另外一块又好一点。这叫我们做人不可以以偏概全。它料那么多，汤头浓郁程度跟那个精华浓缩在一起的感觉，这个价钱我可以接受。多少钱？179。我还是觉得偏高哎，真的哦。十分的话，我给他7.5分。7.3。快乐牛的曲奇，它这次出了两种口味，一个是可可起司，另外一个是原味起司，我都一起买回来了，售价79元一盒。这快乐牛跟笑牛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的。峰哥很喜欢吃那个沾着起司饼干，那个是笑牛。笑牛。可是它很可爱啊，里面包装长这样。它打开里面是长这样，然后厚度大概这么厚，总共有12片。其实味没有那么明显，就是奶香奶香的曲奇，
蛮普通啊，就是奶香啊。然后可可的是长这样，怎么反而是一种有椰奶的感觉啊？我也想说，是我的错觉吗？你也是知道椰奶？嗯，而且其实我觉得它可可味很不明显，很淡。它就是走一个很温和的路线，本身不会到很甜，也不会到很奶。那唯一我觉得做的比较好，就是曲奇入口即化那口感。十分的话，我给它5.5。5.9。桂冠冰果室吉农巧克力布朗尼，售价42元。其实我很喜欢桂冠这系列的冰淇淋。桂冠冰果室我们开过一系列。对。刚刚吃的不浓郁的可可，我们来试试看吉农。它上面还看得到有布朗尼的脆片，它真的很浓，巧克力真的很浓郁。嗯，巧克力很浓郁，再搭上它上面的布朗尼，你就会觉得加成作用。而且其实一般我吃布朗尼喜欢加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嗯，香草。香草口味的冰淇淋，综合一下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如果喜欢很浓郁的巧克力冰淇淋，可以选择这个，而且它上面还有那种布朗尼蛋糕的口感，算是口感上蛮有层次的。十分的话，我给它7.5，你呢？7.5差不多。嗯，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实至名归，符合它的名称。这个是王品集团的12mini 土凤梨冰沙，售价51元。其实我还没吃过12mini，它是一个平价的锅物啦。它在挖的时候，其实可以感觉到有那种凤梨的纤维。这味道就跟吃土凤梨酥差不多的感觉，里面有凤梨的纤维，然后还可以咬得到凤梨的果肉，还有掺一点点葡萄。有葡萄。嗯，这样你也吃得出来。它上面写的哦，因为我觉得它不止凤梨味啊，但这个蛮解腻的哎，就很像吃的很油腻的东西之后来一杯就觉得很清爽，或吃了麻辣锅之后来一杯很爽。十分的话，我给它7分，7.2。最后一个呢，这个是不倒翁的牛肉炸酱调理包，售价59元。好像没有吃过炸酱的调理包，就很好奇，而且是不倒翁出的。它可以微波，也可以隔水加热。那我们直接跟饭一起微波好了。看起来像咖喱饭。它就是那种黑噜噜炸酱啊。对。嗯，蛮温和的。嗯。还不错、啊，它炸酱味道是很温和，不会太强劲，所以不会一入口就觉得很苦，不会，很顺口。而且我觉得它蛮下饭的，好像还可以再加多一点饭哦。十分的话，我给它7分。7分，差不多。我觉得就是安全牌，嗯，可以试试看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开箱了全年的新品，请问小编。你最推荐回购的是新太郎超宽条饼，香菜口味。那不适合，因为只有他喜欢香菜。没有，因为很难得是把香菜这么融到小点里面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很厉害。还有其他比较大众款吗？好像没有哎。咸猪肉。啊，咸猪肉 OK 啦，咸猪很不错。我个人觉得罗肉蒜也不错。哦。那就供大家做一个参考。那最后呢，我们一样再次谢谢我们的干爹。鹅油先生的金葱拌面，那我们这个影片呢也有抽奖，请大家看资讯栏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，喜欢我的影片的人呢，记得帮我按赞、按订阅、好开铃铛，然后记得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